大家好，前面呢咱们用了几节课时间介绍了 MySQL 的扩展功能的用法，其中呢 MySQL 中有三个类，咱们介绍完两个类，一个是 MySQL 类，还有一个是专门处理结果集的类。那这节课呢我们来介绍一个叫做预处理类，我通常我这叫法呢叫预处理类，这里边呢解释是表示了一个准备好的语句。其实呢咱们在不用这个类的时候，用到前面咱学过的 MySQL 类还有结果集类，就已经能完成咱们项目所需要的功能了。那为什么要存在这个类呢？那咱看一下这个类的作用是干嘛的。我们打开一个文件，看一下这个类 MySQL STMT， 我管它叫做预处理类。看一下预处理类它有什么作用，那我们就看它的优点在哪儿。不然的话咱们用前面的那两个类，也就是优点和谁相比啊，和前面咱学过的 MySQL 类和还有谁类啊， MySQL Result 类结果集类，和这两个类相比的优点，一定要记住，这个类是推荐使用的，这个是推荐你使用的类。推荐你使用的类，它能完成的功能，也就是第一点，要知道 MySQL 和结果集类能完成的功能都可以，就是大部分吧，都可以使用这个类来完成。所以说咱们前面学过这两个类已经能完成大部分功能了，那为什么要学这个类，就看它的优点。第二个优点在哪儿，它适合什么情况。比如说从效率上咱们来研究一下，假设打开一画图，这是数据库服务器。假如说我执行插入语句，我得有一个客户端，然后去连接这个服务器。假如说我连续插入十条语句，那我需要在这块写出十个插入语句来。那我连续更改十条，或者连续查询十条，我都需要在这写十条。然后这十条呢，分别每次都传到服务器中。传到数据库服务器中，假如这是客户端，这是服务器 MySQL 的服务器，那么客户端执行的十条 SQL 语句每次都得传过来，而服务器它做了什么事啊，接收十次相同的语句，只是数据不同，然后呢它在服务器端得编译十次，然后执行十次。那假如说我连续插入100次，或者连续删除100次，或者连续修改100次的话，那服务器就得接收100次，然后编译100次。这是传统咱们的做法。而现在呢，咱们有了这个预处理的语句，那就变得简单了。这些语句咱们都不要。看一下。只需要。等一下啊。好了，使用这个，这些语句咱们都不需要，只需要写一条语句。但是在哪儿写呢？写完一条语句直接发送到服务器这保存着这条语句，然后呢我就不用把一条语句拿到服务器端保存着，然后它已经编译完了，但是它还没马上执行，你这块建了一个数据传给它，传给这条 SQL 语句，
然后通知社会局执行。你再有一个数据再传给服务器，这条语句再告诉这条语句执行。所以呢就变成了我在服务器端准备好一个语句，就是这个解释的准备好的语句。所以在服务器端准备好一个语句，然后我把这条语句需要的不同数据再发送过来，那么优点就出来了。什么优点？服务器端只编译一次，然后呢每次传不同的数据，而不是每次都把SQL语句传过来，所以呢只传数据，那么传输的字节变少了，速度变快了，服务器端不用每次都编译了，那服务器端的效率也快了。所以这是推荐使用的，这是从效率上考虑的。从效率上，它效率要高，高在哪儿？就是，如果执行多次相同的语句，只有语句中的数据不同。那这怎么理解呢？就比如说连续执行十条插入语句，每次插入的值不同，你就这么理解。你看执行多少语句，只有语句中的数据不同，这个时候使用它效率是最高的。那怎么理解效率高呢？因为它什么？因为将语句，将一条语句，你连续插入多条的话，只将一条语句在服务器端准备好，然后将不同的值传给服务器，再让这条语句执行，这条语句执行。所以你看呀，效率高在这儿了。再注意一下，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服务器端都编译一次这样的语句了，因为它只编译一次，然后可以用 N 次。好在哪儿？就是编译一次，使用多次。另外，从安全上它也有好处。什么叫安全上它的好处？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像 SQL 注入的东西， SQL 注入。那 SQL 注入这个概念呢并不陌生，比如说咱们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就用咱们后边的实例，比如说像这样的，等一下啊，比如说像这样搜索，按标题搜索，比如说 PHP， 你看 PHP 的安装与优化搜到了。那这样的话我的搜索肯定是一个 SQL 语句的，那这 SQL 语句有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搜索假如说是星，假如是这样，从假如说这是文章表 ARTICLE 文章表 WHERE 条件呢，我是按标题搜索的，比如 TITLE 标题 like， 比如说百分号，我中间传的是 PHP 这个变量，你看呀，有可能执行的这样的语句才能把东西搜索出来。但是呢，我搜索这块这个 PHP， 我不用 PHP， 如果我用注释的方式，或者里边我再写一条SQL语句 ，from 从，比如说数据库某某某表里边，当然有权限执行的话，那这样的话，假设这样。它在这块这个 PHP 关键字，也就是这表单输入进来的，注入到这条 SQL 语句里边，星 from 从，比如说 mysql.user 里边，看一下。但是它比如说它可以把这个原来的语句注释掉啊，你看啊，上面这个使用斜杠星，它在里边可以输入这些注释的东西啊，就这星斜杠吧，把原来的东西注释掉，或者把后边的东西注释掉，使用井号之类的，就看数据库里边什么是注释了。就这样把它的想要的SQL语句，也就是把你原来的SQL语句补全，再把它的SQL语句注入进来。所以有表单输入，或者是有其他的地方像那个地址栏输入的东西，都会
在你原有已经在程序里边写死的SQL 语句中注入它的语句，因为你在SQL 语句中需要变量，对吧？这个变量有可能是表单中输入的值，就可以做到了。而我们如果你要用前面写的那种，你要想防止 SQL 注入，就得把表单里这些什么需要注释啊，或者是星号啊，或者是百分号那些语句都得过滤掉才可以，比较麻烦。而如果我使用这种，使用这个预准备好的语句，就可以防止 SQL 注入。怎么防止？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咱们是有问号占位符的，有问号占位符。那怎么有问号占位符就怎么能防止呢？现在说这个问号占位符有可能你不理解，等咱们讲完你就理解了。因为咱们说了，使用一次编一次使用多次，每次都是将不同的值传给服务器，所以这条语句已经在服务器有了，你在传值的时候传这个值你就放心的去传就可以了。这个值里边哪怕是别人想把 SQL 语句注入到你原来的语句里边也不管用，它只当值来算，不当 SQL 语句来算了。所以是后期传的值不会当成 SQL 语句，所以会防止 SQL 注入。那么通过上边这三点，那么效率高、安全，这是我们使用预处理也叫准备好的语句的原因。所以在你做项目的时候推荐你使用它，这就是我们使用预处理的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怎么用。很简单，那我就需要先创建这个类的对象，然后准备一条语句放到服务器端就可以了。也就是在设计 PHP 的时候呢，其实使用预处理语句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关代码可以编写的更加精巧，更容易理解，不必呢为各组参数呢分别构造一个 SQL 命令。那么我们想创建这个对象，我们看一下在 MySQLi 这个类里边有一个方法，看一下这个方法返回来的就是这个对象，然后我们去准备 SQL 语句就可以了。咱们写一个例子，看一下，我给你写两种连接的方法，有可能你都用得上。比如说 demo.php， 咱们还是用前面咱们用过的连接的方式 mysqli 等于 new mysqli 连接本机的使用 root 用户，用户名123456，然后库细说 phpdb，然后使用这个里边的叫做 stmt 下划线 init 这个方法，里边不需要存参数。你看使用 MySQLi 里边的这个方法返回来的就是这个类的对象，所以返回来的就是这个类对象。那咱看一下这个对象是不是预处理类对象，只要我存上这个我们就能看到它是什么类的对象。好，我们在这块看一下，就是这个对象。然后咱们分几步，你看啊，先准备一条语句放到服务器上。那既然有了这个对象了，我就准备一条语句，一条语句放到，或者是准备好一条语句放到服务器中保存。但是呢并不是执行的，放到服务器中预存着。那咱执行什么语句呢？比如说先写一个插入语句，那更新语句删除语句咱们再分别写一次。那咱们在做SQL语句的时候是这么做的， insert into 插入到 shops 这个表里边，比如说名字价钱、数量、描述，
咱们看一下这个表都有什么字段。看一下 shops， 名字、价钱、数量、描述，好，就这四个字段。然后 x 的值 values x 值，如果我直接写值，你看一下价钱，如果这么写，数量100个，然后描述 hello。那这样的语句你看，如果是准备好的放到服务器上，那就麻烦了。那每次插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语句啊，都是这个值啊。咱们说了，准备一条语句放到服务器上，但是呢，值我后期再传给他。所以呢，我这会儿就不能直接写值，因为准备这好语句并没有执行。虽然你连续插入100条语句，但100条语句插入的值是不同的，语句是一样的，但值是不同的，所以咱这得用占位符。那这里边占位符就是问号，第一个问号就是对应这里边第一个，那以此类推，第二个问号对应第二个，第三个问号对应第三个，第四个问号对应描述。所以第一个问号对应的名称，第二对应价钱，第三对应什么数量，对应描述。那这里边 MySQL 里边只认问号占位符，就是插入数据先未知，四个值都未知，那这一条语句我先把它发送到服务器上准备着，用的是哪个，就是 LTMT 里边有个 PRE 这个方法，你看一下。因为刚才咱们使用这个方法已经创建了这个对象，那在找这对象里边哪个方法是将它数据保存到服务器中的，你看这里边有个 PRE 准备一个 SQL 语句，没执行，准备一个 SQL 语句，你看一下。好，我再往这一传 SQL 语句，那通过这个创建对象，然后准备一条语句，这是声明语句，然后通过这条语句才在服务器上准备着，但是不知道值是什么呢，那以后的步骤就是把值分别付给服务器，再通知它执行不就可以了吗？那我连续插入100次的话，也只有什么，也只有这一条语句在服务器端执行。这就是语句一样，值不相同的时候，咱们使用这种，它的效率会高一点。那这是第一种情况，声明这个。那我完全可以不用这一种啊，比如说我不用这个，你看一下，这不有一条 SQL 语句吗？我在 MySQL 里边直接就有这个方法，你看啊，现在这是预处理里边的这个方法，你看 MySQL 里边也有一个预处理的方法，看到了吗？里边放完 SQL 语句之后，直接返回来的就是这个预处理对象，所以咱们在这块我可以就可以直接这么做 LTMT， 既能获取对象，直接通过 MySQL 里边的 PRE 这样我觉得更方便一些，一条语句就能搞定的，就少了一个初始化的步骤，所以既能准备一条语句，又能声明这个预处理对象，所以刚才那两条语句就能简化成这一种了。当然了，这两种你用哪种都是可以的。好，准备一个服务器，准备一条语句放到服务器上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咱就需要给问号传值啊，给占位符号，谁啊，占位符号的每个问号传值，每个问号传值，然后传完值之后你得告诉他执行，执行才行。那这个传值的过程呢，咱们其实也叫做绑定参数，也叫做绑定参数。怎么绑定？也就是将这四个问号和四个变量绑定，这样的话我给变量给值的话，就相当于给问号给值了，是这样的。那么用到的方法就是谁啊，你看预处理里边的，找预处理里边的下边这个对象，
第一个绑定参数，看到没有？那这里边第一个，对吧？看对象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指定每个参数的类型，然后以后是每个参数的变量，这块是有引用存值，所以一定要存变量进来，一定要存变量进来。那这变量呢，当然是你可以自己随便定义了。这个类型有四种，你看 I 表示什么？整型， D 表示 double 型， S 表示字符串， B 表示呢二进制那个大数据对象类型。所以记住有四个类型 IDSB。所以这里边字符串里边每写一个字母就代表后边一个类型。那这里边使用这里边的绑定参数，你看一下啊，使用 BIND 下划线 PARAM 绑定参数。第一个是类型，咱先不管，看一下，我需要绑定四个问号，那我这块呢必须存变量，这个变量可以自己起，比如 N 啊 P 啊，这俩 N 就重复了， NUM 吧， DSN， 既然起名全跟它起一样的吧，记得一定要，这块并不是说固定值必须跟字段名一样啊，这是你自己起的，一定要知道这个，你自己定义的变量叫什么名都行。然后名字、价钱、数量、描述这四个变量分别跟这个四个问号一定要按顺序，第一个问号对应的是这里边的第一个，第二个问号对应第二个，要按顺序。等到学 PDO 的时候就有一种名字参数就可以不按顺序了，但买磁开必须按顺序。所以第一个名字是字符串的，刚才咱们看到了绑定的四个类型， I 代表整型， D 代表 double 型， S 代表字符串， B 代表大二进制的，比如说图片的声音那种数据的。然后这里边一个字母对应这里边一个变量，比如说第一个名字，名字呢是整是字符串的，我存一个 S， 那这里边有四个参数。那第二个呢是价钱，是 double 型的，我存个 D。第三个呢是数量，是整型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块我都取出来了，你看啊 ID 当这里没有，名字字符串 double 型整型，文本也是字符串的，然后数量是整型的存 I， 然后描述是字符串存 S，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时候就用字符串就可以，存 S 就可以。所以这里边我存了四个字母，分别是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呢分别对按顺序对应四个变量。那么相当于 name 你自己写的，这一定要存变量，你不能直接存值，因为这个参数里边咱们看到了，这会儿请大家注意，里边存的是引用，引用就必须得存变量，你不能直接把值扔进来。然后名字给谁了？给第一个问号了。价钱给第二个问号了。既然存引用，所以引用的值变了，那其他值就变了，比如说这存个张三，那么张三向他给名字赋值，是存的引用，这个名字变了，他的值又赋给他，所以这会儿现在就是张三了。上面这块少个分号加上，然后价钱商品名字怎么能叫张三呢？行啊，就随便写了啊。价钱比如说这 double 型的56.78，然后 NUM 数量比如说是66个，然后描述Hello good， 这样的话我给这四个变量赋值，他们是引用存值的，所以这四个变量就被存上值了，这四个变量存上值了，他们绑定的是这四个问号，这个四个问号也就存上值了，然后我通知它执行就行了。这条语句现在通过这条语句执行，在服务器它准备着呢，然后又把值绑定好了，通知服务器说去执行吧。那使用这个里边的叫做 EXECUTE 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看到的 EXECUTE 的方法，里边不用存任何参数就可以准备一条思考语句并执行，然后执行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的，咱们也得需要把资源释放掉或者关闭掉，你看这里边看一下，当然是有结果集的时候咱们释放了，看一下，咱直接现在把这个准备好的语句关闭掉就可以了，已经用完了吗？有结果集咱们再释放结果集。
那我都说了这个没体现它的优点呢，这也是插入一条语句，比刚才咱们插一条语句还复杂了吗？但是我只要这两步骤绑定，你只要绑定一次就行了。你看我连续插入，你看我连续插入四条，我这随便改个值，李四、王五、赵六，就随便写的。然后这里边值我也随便写一下，这 A、B、C， 看我值有变化就行。你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连续执行四次，每次只是存不同的数据，然后执行，那服务器端就用到了同一个色块语句，所以服务器端只编一次，这效率高。另外，就算你在这个地方某个地方，比如说，咱们在这儿吧，你想把色块语句注入进来，也没关系，它是当值传给它的。并不是说会把色块语句往这加，所以它是安全的，所以你就放心的使用这个，它就不会有色块语句注入的问题，因为注入不进来了，已经在服务器端准备着一个语句了，已经编译完了，你再进来的所有东西都当成是值了，不会再去重新编译一下这条色块语句了，所以呢就不会注入到这个色块语句中去，这是安全方面考虑的，也就是咱们使用它的原因。所以从这个例子上咱们能看到，既效率上提高了，安全性也提高了。那能不能执行呢？可以，但执行完之后，我想知道最后插入的 ID 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呀，你看它这里边也有属性啊。我想知道影响行数怎么办呢？这里也有啊。如果出错的话怎么办呢？也有得到错误的属性和方法啊，也有得到这些。那它试一下，看输出最后 ID， 你也可以调用 STMT 里边的insert 下划线 ID， 如果影响了几行，影响了 STMT 里边也有 AFFECTEDLWS，影响了这么多行，当然了，咱们要验证一下，这里边有四条插入，那这 ID 呢只能获取到最后一次这个插入，比如说赵六这个，然后影响了几行，是四条语句一起影响的，还是只有最后一条语句影响的，这要清楚。好，我们来运行一下，你看一下，最后插入的 ID 103，影响了一行，那就说明明插入是三行，四行怎么影响一行啊？咱说了是最后一条这块影响的，它只按最后一个计算，所以你看一下这里边的值，插没插入成功 ？Shops， order by ID， 看看这四条100、101、102、103，这四条就插入进来了，你看值都是不同的，中间这个我没改，但是其他值都是相同的。所以这是效率上会提高。那同样不光是不光是插入语句，更新语句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样，我刚才已经保存了更新语句 ,update 更新表 shops 设置 name 等于问号逗号，价钱等于问号逗号，然后呢数量等于问号，然后 DESN 等于问号，然后 WHERE 条件 ID 等于问号，这个现在就五个了。五个的话，我现在也准备一条语句，绑定参数的时候，我前面四个顺序还是按照这个写的，四个问号，我这儿要多一个 I， 这边还有多一个 ID， 所以比如说我把张三改成张三一五六七八一，所有后边都加个一，这块只不过加一个 ID 等于第100条语句，这块李四一
你看我把这几条都改掉 AAE 然后再加一个 DE 是 ID 等于101刚才插入的语句然后151后边都加一个这写上在这块再加一个 ID 等于102ID 等于103你看更新一句也完事了咱们来执行一下当然更新一句就不会有最后插入的 ID 了你看最后 ID 是0然后咱看一下数据你看后边都多了一个1证明咱修改也是成功的所以修改也是用这种占位符这种格式呢一般像 Java 或者其他语言里边接触比较多 PHP 呢如果你一直用以前过程化的开发的话你很少接触这种格式但是你一旦这种格式用熟的话和原来咱们使用起来是一样方便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掌握这个方式因为它从安全上和效率上都有所增加来我们再使用预处理语句来处理一下 select 的查询结果我们先把这个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语句都删掉等于 MySQL 里边的 PRE 准备一个 SQL 语句看这个 SELECT 的语句呢和其他的 SQL 语句查询不同因为它需要处理结果集因为 SQL 语句的执行呢也需要使用它对象中的这个假如说准备好语句 EXECUTE 也需要准备完之后也得需要使用它执行但是呢 MySQL 中和查询方法不同它只比如说咱们使用 MySQL 里边 QERY 返回来的就是结果集而咱们现在使用这个执行你看一下使用这个方法执行它返回来的是布尔型真假成功还是失败并不是返回结果集所以呢咱们这里边你看怎么能绑定结果集呢或者怎么能处理结果集呢你看这里边通过这个有个结果集 result 这个返回来的也是布尔型值也不是结果集那是哪个呢使用这个它返回来的确是结果集但是呢处理结果集它里边只能使用这么几个方法不能使用其他的也不对所以呢这里边使用返回结果集处理结果集就使用的是这个看到了吗fact 但是它返回的也是布尔型值啊咱们先用一下这个处理结果就比较单调了它不是用结果集那个对象比如说 select id name 价钱数量描述 from 从 shops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 id 大于问号我也可以用占位符的方式比如说做查询的一个条件名字等于什么什么的对吧也可以作为查询条件那么只要有查询条件咱们也得需要怎么的也得需要绑定如果没有查询条件的话你就不用绑定直接在这里边执行这个一执行就可以了但是我这里边现在用到了一个问号所以我也简单绑定一下比如说我想找到大于100的或者是大于多少的都可以啊比如说 BIND 下划线使用PARAM那我这就一个只需要一个 ID 就行绑定 ID 所以这会儿我需要把 ID 放上值 ID 等于比如说99 ID 这会儿别忘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99传给这个问号这样查询就是 ID 大于99的然后执行那咱们结果集在哪儿呢结果集我们使用这个 STMT 里边的FETCH 使用这个方法去获取结果集那说这个方法咱们刚才也看到了参数是空的返回是布尔型值真假那咱们怎么获取结果集没有结果集对象啊咱说不用结果集对象它也是一次性从结果集里边获取一条记录
但是有这个的话，我们必须得用一个叫做绑定参数的形式来帮我们完成，就绑定结果集的值的形式来帮我们完成。也就是它获取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这个参数。你看啊，绑定结果集，直接几个变量就可以了。怎么用？比如上边有绑定参数，我就直接在下边写 bind 绑定 result 结果集。我把 id 绑定到这个变量上，把 name 这里边的变量都可以自己写，里边的顺序一定要跟查询出来的这个顺序是一致的，而且个数也要是一致的。num desn， 你看我这里边一共查出五个字段，我这里边声明五个变量，这五个变量是你自己随便声明的。比如说我后边我就取个 de， 不然的话你肯定会想这个变量是不是跟这个必须得是一致的，其实不是一致的，你是你自己随意起的变量。当然了，我这块也可以写成一致的，那最好是写成一致的，这样看起来就知道哪个是对应哪个。所以呢，这里边你看，我一旦执行完这条语句之后，就会默认把这里边的第一条语句，符合条件的第一条语句的里边的每一列分别绑定给每一个变量的值。所以我这里边执行完这条语句之后，我就可以这样写，输出比如说 id $id $name $价钱$数量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你看100条记录符合条件的。如果我再执行一次的话，他又获取第二条记录，获取下一条记录，分别付给这几个变量。那如果我再执行呢，同样的执行，因为这里边当时大于100的就四条语句，你看这四条语句都可以执行到。那假如我再执行呢，返回布尔星值，返回的是什么，你看还是最后一条，因为已经到结尾了。但是到结尾了，它返回的值又是什么呢？你看一下，它返回的值是不是就变成空了？而不到结尾的，比如说这块我随便写一个，你看一下，就是布尔星真。所以呢，一旦到结尾再取不出来值了，那它就布尔星空，空不就是假吗？所以我在这会儿就可以用什么，用循环将所有值都变列出来，只要加一个 while 循环，当取到最后一条语句的时候，它就是什么，取到最后一条语句它是空就是假，就会停止循环。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把所有的值都取出来。你看，这就是用绑定值的方式直接用变量。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用前面结果集那种，还得取完的值还得一个一个把它转成变量，这个就不用了，直接就绑定变量，对应的都绑定到这里边去了。那当然我们这里边也有移动数据指针，你看一下，绑定结果集数据移动也可以存一个偏离量。你看啊，只要我在获取之前，我通过这个里边的这个方法移动，比如说我将它移动到第二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不管用。那我再试一下，我想获取循环的总数呢，你看啊，最后是总，就是记录数，记录总数为多少个，我使用 STMT 里边也有一个叫做 NUM 下划线 LWS， 你看一下，在这块也有这个，最后 XID 这些等等用了，也有列数，也有影响行数，看一下，那这个数能不能获取到呢？应该是四条，它应该显示四啊，但是显示是零，对吧？那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的原理就是每次从服务器上获取一条，
每次获取一条，所以呢获取到最后获取完之后它还是零条，每次到服役中获取条，这种效率比较低，所以咱们必须用这一条语句，看这个，一次性从结果集里边把所有记录都传过来，那这样的话咱就能获取总数了。所以你要想获取总数，也就是在获取结果集的时候，通常咱都使用这条语句，使用这条语句 STMT 里边的 STORE result， 记着这条语句，一次性将结果都取过来，就如果不加这条语句，你是一条一条取的，所以一条一条取呢，你就不会获取到这个总数。而现在咱们是一次性将结果集都取过来，这样的话你在这里边就知道总数是多少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一下，总是四条，而且都取过来，在都取过来的里边我也可以移动指针了，比如说跑到第二条，对吧，那这条去掉，你看还是四条，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两条语句，移动指针和这条语句，是受这条语句的影响，是一次性都取过来还是分别一条条取。如果分别一条条取，它不在结果集的客户端里边，所以你就没有这个，那么也不会有这个，所以要记住这条语句的重要性，重要，我先标记一下，一次性都取过来，所以你呢这个是必须配合这些使用的，但是你不使用这也可以取过来，但是一条条取，记住这一点。然后既然全取过来了，那咱们也有结果集了，所以咱们也算是有结果集了，所以咱们也得需要通过谁啊，你看啊，释放，把结果东西再释放掉，那这里边咱们只要下边使用 STMT 里边的释放其实就可以了，这条几条语句，当然不写释放也没什么影响，对吧，你最好写上。好，既然学到这里边，咱们就可以通过绑定结果集的方式，一次性全取过的方式，用 FAT 一条条得到的方式，总行记录，还有移动指针，这就是跟咱们学结果集一样，获取的是记录信息。那现在我要获取什么？字段信息怎么办呢？字段信息怎么办呢？我需要使用啊，前面都是获取记录信息，咱说了，你从结果集里边除了记录，还有就是列信息，就是字段信息，怎么获取？因为它返回的不是结果集对象，所以没法获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看到没有，返回的就是结果集对象，使用这个方法，结果集等于这个里边的这个方法，咱们看一下返回的是不是结果集，看一下是不是结果集对象就可以了，看 MySQL 结果集对象。那我都说了，既然是结果集对象，那我直接从结果集对象里边，比如说我获取记录，不就这样可以了吗？result 结果集里边 FETCH 下划线 ASSOC， 你看一下可不可以，注意这条语句，正常的话如果有结果集信息了，上面搜索就执行了，那我就可以从里边获取一条语句啊，但是你现在看能获取到吗？有任何打印输出吗？没有，对吧，那你没看到这个数据，我前面输出一个111，后边我再输出一个一，你看两个一一之间有没有数据？是没有的，是连着的，所以中间输出的是空了，就获取不到数据了。那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虽然它是得到的是结果集对象，但是这个结果集对象是准备好的语句结果集对象，只能使用这些方法。而这些方法又是什么方法啊？又都是跟字段有关的。看一下获取字段有关的，所以呢
它不能获取记录信息。记录信息因为咱前面已经获取过了，那这里边获取字段的好使，那咱就用它获取字段的，比如 while 循环，这里边$RFILD 等于结果集里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获取字段 FETCH 下划线 FILD 这个方法获取所有字段信息，然后输出，可以和这一样 FIELD 里边的，因为它是循环，所以直接输出就行。 FIELD 里边的有个 name， 然后再连接个杠杠，然后我再输出一下，循环完之后我再输出一下换行，你看能不能把字段名都输出来。你看 ID 名字价钱数量描述就可以了，获取到字段信息。所以要记住，这个也是获取结果集，但是呢只能使用这么多方法了，跟结果集里边这些方法用法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用这个预处理语句也可以获取结果集信息，字段信息和记录信息，这结果集里边咱需要获取到的两部分内容，现在都可以了。那通过这个字段里边这些对象里边，咱们类型啊、长度啊都可以获取到，都可以获取到。那这里边咱就不多做实验了，因为前面咱结果集里边获取字段信息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这里边你只要知道通过预处理对象里边咱们怎么获取到字段信息，用什么方法获取到记录信息就可以了。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方法，就都不是主要的了，你可以一个一个做实验把它们用全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对象是推荐你使用的，它既效率高又安全。好，这节课呢我们就教到这里。这节课咱们主要介绍了MySQL 扩展中的预处理类的预处理对象的使用，是推荐你使用的方式。那到这里面咱们MySQL的部分呢也结束了。好，谢谢大家。